且我也没有拉肚子什么的。这个我们也看了上菜的一些流程，确实是他这个可能是后面进来的，我们上菜的时候也有仔细观察的，后期的有专门人负责这一块跟这位先生沟通的，就是我这边的话就是说也在门店尽量的去避免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厨房的话也会有定期的清理啊，然后消杀之类的，每个餐厅它可能都会有，这个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就没有说肯定在某个位置在哪一个位置出来的，我们是每个星期都会有消杀的，这个可以放心的。